逃出来。我要不是贩毒的，跑这一趟，我能给你这么多钱吗？不，你们的任务是必须把他拦截住，绝不让他跨越国境一步。泰哥，泰哥。缉毒警察吴光林，哎呀，这位明老板对你可真器用啊！你说我都长这么大了，从来就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。哎呀，没有你，哪有我呀？我怎么能忘了你呢？坐坐，喝茶。你第一次和明来见面，是不是要求太多了？我要是像江青那样等上十年，什么时候才能拿下这笔大买卖啊？你这么着急，你不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啊？我没有时间。况且我认为，这是取得他们信任的最好的办法。凶狠、毒辣、野心勃勃。这不正是所有毒枭的共同特点吗？你就凶给他们看。不过我必须让他们相信我是未来的毒枭。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快就相信你。他们一定还能有阴谋。一定又狠又毒。其实这几天我已经看出来了，我对他们的利用价值不是很高。如果他们让你做，你千万不要手软啊！放心，相信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那我的老婆孩子就拜托你了。喜欢京剧吗？我这人没什么文化，听不懂。太可惜了。请允许我把这段听完啊。林老板太客气了。开始了吗？你没出场怎么能开始呢，宝贝儿？这出戏谁来唱啊？当然是方先生。
那太好了，就是不知道他唱的怎么样啊。等他唱完了你就知道了。方先生，请过来。王龙把枪给他。哟，唱的还是武戏呀、啊、是武戏。老傅，哎，对不起，方先生现在要杀了你。为什么？为太哥，林老板还想送谁上路啊？啊？哦。没了，漂亮，干得好，把他抬出去。阿龙王将，你们带方先生去书房，把这次交易的情况详细的跟方先生说一说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老板。他唱的怎么样？他太狠，狠得没边儿。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？绝对不会打中你心脏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快安排人来接你的。家父，放心，我一定挺住，因为我要活下去。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没关系，你走吧。我这边有个朋友，
免得让他们怀疑你。老大，你一定听住，我会让这帮家伙血沾血偿，你放心。我得走了，快走吧。听住啊，姐夫。走了。听外了，到酒店以后，他让你立刻给他打电话。是，朱莉先生。谢谢。明哥，是我。我知道，晚上九点。那，你也去吧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明哥怎么说？他说让你和阿龙跟晚上跟我们一块儿去。那他呢？他没说。行了，你先回房间吧，我要休息会儿。好的。就是要就地干掉他，只是这一点计划有点意外。留着他总是个后患。他要是去，一切都好办；他要是不去的话，那里我们只能以后再干掉他。真想亲眼看着他死。
明老板，他不会来的。货呢？都在后面。钱呢？明哥，是的，钱他们都带来了。你告诉他，钱是带来了，可他一分钱也拿不走，还等什么？婊子，你连自己的老公都敢卖，我还敢相信你吗？撞人！陆老板，这可便宜我们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谚语，叫做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。啊，明老板，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儿，都是他让我们干的。
明哥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送他们上路。是。慢。留着他们做证人吧。缉毒警察吴光林，你就是吴光林，没认出来吧？后悔自己没多长只眼睛吧？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帮了我的大忙。
哎，干嘛打断你？王林，那天我话说了一半，今天我要把它说完。算了，说什么呀？你要说什么我知道。不行，我一定得跟你说。我以前的话，你就当我是胡说八道，是我对不起王林，我错了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啊！你就是再嫌我，我也得说。有件事我还必须得跟你说。你还有完没完你？你看这个。祝你生日快乐、啊！谢谢爸爸。生日快乐，光临。我们给爸爸唱首歌吧。好啊，来，你起头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小心点啊，光临。